2018年8月，那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。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，9月1号，北京市公安局就是启动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申领发放工作。那么我们也是便于台胞在京办理这个居住证，那么我们在全市设置了304个窗口，那便于台胞就近办理。